毕武力扬，我是一半阿美一半台湾族的混血，所以简称叫什么？阿排族。我是吉他手盛宇。真敢！代表就你们两位吗？但是目前就是我跟盛宇，所以今天就我们代表队。就也是颜值担当啊，长得比较好看，对，比较好看。为了胖不的问题，这问题先比较提，这有点私人恩怨。对，那赖乐人是什么时候成立的？2023，2021吧，那么久，殊不知就这样一路这样一直到比赛的时候就拿到很棒的成绩，是冠军啊！打声鼓励两次。那时候疫情刚过。所以我们就是想说可以创作一首歌给大家一些很棒的能量，听说11月要发吗？对，预计是11月发行哦。那我们就好好期待咯。对，盛宇是来翻译吗？他也是有他的作用。对，你的功用是手语，他体力比较好。你主要乐器是表演吗？可能相伴吧。木鱼。所以我们的主打歌是大悲咒。唱歌曲之类的，那种浪泪。哦，我大部分弹吉他。给善宇，善宇，把镜头交给善宇。就弹吉他，就是当初只是想要跟同学一起去社团。他是不是看起来很年轻？实际上现在蛮大的。因为有人跟我说善宇很厉害。谁说的啊？不是乱讲，谁讲的？对啊，因为我现在是乐音社有三间学校老师。哇！对呀，为什么会选吉他？哦，那时候就觉得纯粹就是帅而已啊，就很单纯。那所以善宇感情状况是？等我现在。对呀，稳定交往中。对啊，稳定交往。啊，那你先出去好不好？没有这样的吧？直接叫我这样。好吧，其他单身啊，好不好？我今天也是，相亲电话在这边。晚上有空吗？上班好掉好了，未来 ID 是多少 ？Light 乐团他们这个成名歌曲是也是小兵你自己创作，其实是我跟另外一个朋友笑天。那可以听一下吗？可以啊。一种强烈的感觉交错在眼前，一种寂寞表达心里的挣扎。过去就让它过去吧，换一种生活让自己快乐，不是亮丽的陪伴被取代，为何自己在等待？ Come on， 过去就。我以前就是太浪费时间了，你看现在，对啊，现在小越来越多厉害的创作歌手，真不要怕起步啊。对，你只要踏出去了，就勇往直前。对，要有目标，说我就是朝进去讲格莱美，我都格莱美了哟。格莱美，先等一下，有点难度。今天真的很开心邀请两位喽，谢谢。那我们期待你们未来有更多作品分享给大家喽。谢谢。那今天的傻傻就这边圆满，谢谢。我是小雨，我是老辣，他们是 Light 乐团， yeah， 下次见。